和媳妇闹别扭，决定睡在地上，看看媳妇啥反应。故意制造点动静，开始我的表演。你怎么打地铺啊？你不睡地上，你干嘛？哎呦，别动，睡觉。打地不舒服啊，我不想跟你一起睡。给我起来，不要睡地上。你膈应谁呢？打地铺啊？这个床这么大，睡不下你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呦喂，你这个男人心眼怎么比针眼还小呢？啊，睡地上多凉啊，一点都不舒服。不凉不凉啊，我喜欢打地铺，舒服。快点快点，上来！我不上来。那我上来，我来扶你。我不去啊，我不跟你一起睡。快点嘛！不要啊！你发什么神经呀、啊？好好的睡地上。哎呦，你睡你的好了啊！睡觉睡觉。我哪里惹你了？你没惹我，我就喜欢睡地上。你要睡地上是吧？嗯。行。你确定不起来啊？不起来。走啊，请你吃最爱的烧烤去。你不是一直都想去吃的吗？啊？你想吃韩国料理啊？那行。哎呦我的妈！Later， 走啊，看电影去，顺便带你去买几件衣服，行吗？行啊，那行，你来接我吧。你跟谁聊天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！你终于坑起来了，不打地铺了，大哥。谁说我不打地铺啊？又躺回去了，你牛。你干嘛呀？你睡地上，我也睡地上啊。地上凉，你干嘛睡地上？快点去上面。你也知道地上凉的，啊？你睡地上，我也要跟你一起睡。哎呀，我是男人，我不怕凉啊。我不，我就要跟你一起。哎呦，真是服了！你来，睡上面，睡上面，啊。你也睡上面的吧？到时候感冒了还要照顾你，来，睡上面，睡上面。那你也是嘛，睡地上干什么？地上要凉的。不生气了？不生气了，快点睡觉吧，啊。